都聚在一起不容易，谢谢大家光临。等一下我们大家可以轮流上来讲讲话，先找几个代表进行，之后大家都可以开放，然后最后王锡章做结尾。你是你是这个最快票的，是不是那个就是电视啊、影剧啊，这样子。对，明年啊，明年。然后，其实我们大家都年纪大了，但是很多事情还是很年轻。我就去讲一件事情，初中毕业的时候有毕业旅行，那毕业旅行的细节我都忘了，但是我就记得啊。到了台中，为什么记得到台中？台中公园，就那时候刘老师二十几岁，我们十几岁，他曾经跟我一起游泳。我就要记得好像是去了台中，太难得了。今天我就不多说了，就请刘老师，哎。